课标的理念。依据新课标理念，本着对于教材的结构和内容的深刻理解，我呢，提出了本节课的教学三位教学目标。第一个部分呢是知识与技能。首先呢，能说出钠的物理性质，认识钠的关系性，并且能描述钠和氧气反应的现象，并会书写化学方式。过程和方法是通过实验探究，增强学生的观察、思考和分析的能力，同时呢，能够感受探究的过程以及研究物质的一般方法。情感态度和价值观，通过实验操作和现象来感受化学世界，同时呢，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。由于在具体的教学当中，学生呢并没有见过基础钠，更别提这个基础钠的化学反应了。所以呢，我确定本节课呢，金属钠和氧气反应在不同条件下的反应及产物，是本节课的重点和难点。并注重呢由点到面，能够学会几种金属之间的性质的比较，以及金属的性质和结构之间的相互关系。